我印象很深是什么吗？我9岁的时候打第一场比赛是那个秘技杯，然后那一场我第四吧，然后在台中春春第三，然后打完那场比赛，隔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看到春春官宣，好怀念哦！我的旁边这个弟弟好像有点潜力，没有，那个时候看好像是我先看你的月光水城，你那个时候用那个另外一个名字。对 ，Iron Man 的春春嘛，我想说，我靠 ，Iron Man 要成为高手，就突然一个礼拜后变主角，真假的？对啊，好夸张啊！有这水神魔怪 P L O Z 吧？曾经差点去钢铁人。啊，你怎么现在不走那个捷径啊？啊，那个是慢的捷径。更真假的？我就知道了、啊。上次跟我说最短路径是谁？他上次讲，我就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啊。欢迎测过就对了，更改。OK， 信你信你。我可能下次就又继续走。哦，可是你们不觉得现在很容易接到单喷吗？你要换气的时候，单喷容易接。对啊，超级容易。我现在用你那个不会爆气的扭来扭去跑法。那个要怎么？那个要怎么讲？那个技巧。这个就是，这个是地罩吧？它是地罩的延续吧？就粘胎啊。对啊。这招要怎么讲我也不知道。哎呦哎呦，哇、哦，这么狠啊！啊，那我要狠一下啊。可是我很失败了，我从第一狠到第四。好啊。他很猛。有哦有哦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停一下，我们三个一起停。好。走走走走，等一下，你喊我没机了。这观众，后面那个后面是上个一直往右切的。这观众要是在那个弯直接开始闪烁，这是豹哥叫我的、啊，不是我愿意的、啊，兄弟。我也不知道那么顺利哦。道具啊，开啊！好好好。哎、欸，像不是还有什么1500吗 ？BKB 1500，一千五是比较后面，有点后面的哦。可是我那个时候是用 SK 1788那个迪奥七七在卖的。我记得我出道的时候是大买家199键盘，我爸还特地买给我的。我第一场打比赛也没带键盘去，199这是正确的，因为去网咖都用那个高通那种键盘。这可以打自己人吗？好，不行的，不行，不能打。坐月岛，凭什么啊？哇、哦，姐姐。我接推推推，这被吸起来的动画好可爱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知道现在第一名也吃得到加速器吗？可以吗？10%的样子、哦，我记得是几率十，几率性。嗯，几率性。哎呦，我被秒开、欸！嗷嗷嗷！这个再吸一口，还年轻，还年轻。噔噔噔噔噔，来起喽，拜拜。香蕉皮。嗯，我车加速了。是说现在这个摇头会比较快吗？还是会快。公里，嗯，还是快一点点。感觉。哦。不摇头不像在玩跑跑、欸。没错，我靠，这香蕉皮。香蕉皮超大个。香蕉皮 YUE。啊，你看得到是我的吗？我踩到呗。我刚一直没有讲话。看得到。不是怎么那么多飞碟了？看不到，开心。哎，看到你，哎，是。哦，这太准了吧，谁？哇！后面那个磁铁太好用了吧？它磁铁真的超快，超快，距离变超级远。对啊，超级远。你只要看得到，一定吸得到。对啊，用手机玩的、啊，超级多。用手机玩道具应该就还 OK 了。嗯，还 OK。不是啊，有一个在跟我后面，在跟我一起在后面对刷。他那个盾，他那个是一次两个哦。他刷到。哇，这个雷是几个啊？哇，也是个雷，哇，完全停住哎、欸。他们讲这个雷很缺，完全停住、欸。他们很气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该那个扶一下了？天可不可以吃两个啊？减速而已，他这个减速是直接停下来。可不可以吃两个啊？不行。可以吃两个，可以这样。我刚刚怎么要用甩了吗？
不用，你就侧着吃就好。水球有了吧？开西啦！我丢了一个碟，我丢碟了。哇哇，吸错人了！哇，一个磁铁直接吸到快滴了。我再丢一个碟。啊，好，我打了。解解为什么第二秒有盾啊？你可以先不用扭结了，可以直接。我天使哦，一个碟，超级碟。我一个连喷过，哎呦！哦，有，我吃到两个。啊，还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。还有碟，还有碟。树叶，你很远吗？我第二。我给碟了，给碟了。去吧。哦，一个掉了。小草，我要香蕉皮了。去吧！我被香蕉皮，我雷，香蕉皮这么近好像不会怎么样。哎，对啊，为什么？我大招，我大招，我玩这个，结，有没有结的？我这个雷留到那个后半段。天使可以结那个宇宙船吗？不行。好吧，我先帮你打他。也可以下一声指令。对天，对面有天。嘿，他们结了。哎呦，三张笔，不是，哇！我保护你，放跟那个奖是一起。真的，天使有，不用怕，我炸弹打他。哎，怎么换人了？我天使，不是我天使，我还有飞弹，他天使完了没啊？再会了，拜拜。飞弹扣好了，哎，好像没有对手哎，我们。我觉得我们道具好像有点强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刀比技术还强，真的？怎么会这样？哇哦！我有一个，我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怎样，我觉得甩尾的机制好像又改了一下，是吗？跟上个版本不太一样，就是在那个甩尾 CD， 以前的甩尾 CD 我觉得是完全接近零 C， 现在的双甩 CD 还是有一点大，还是游戏跟不上你的操作的速度了，有可能不是。但矿车真的有变慢，我感觉感觉差不多啊，是手感变吗？嗯，手感变，是啊，这么狠？哦，刚刚是一换一变，也好。哎，别，差点死在那里面，我在那边补气啊。哎、欸，他怎么被一个过了？哇，又段位啊！没关系，不、哦，全死而已，没差。我那个段位断下去没有力道，拉不回来。哦，那个是这样，你甩尾甩太直的时候，不是甩太久的时候，它会有个僵直，你只能不拉段位，或者是用小飘去接，就让它断掉，然后用小飘去拉车子。我是觉得最近年胎很严重，哦呦，有人死啊！我还是很不习惯的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会想要拉段位回来。嗯，我也会想拉段位，但就是要改。好，在你后面，在你后面，需要开庭了。开庭。哦，推到他。谢订阅。对，我等。过。Nice， 这个妹子。我跟到韦德。好，加。要飘一个，会卡蓝了，小心！他倒了，他怨念很深，他想停我，止步往下压就可以压到二了。啊，不是，你可以压到五，因为我没有压，压不到二哎。对啊，我有仔细看了一下我中指的长度，压不到二呢。没有，我以为他说的是二压不到，你只能改键。
完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还好有开庭啊，慢慢哇哇哇哇哇。哎呦，这招真的很实用哎、欸，很好用啊，很好用啊。有时候又隔底线，对啊，车速太快的时候用一下就可以了。嗯。我接下来跟卢丹讨论开庭这一招，他觉得被逮的几率蛮高的，太强了。嗯，我觉得他不改的话会很好玩。哦，对啊，改的也是情有可原。但我觉得要先改的应该是网路吧。这个好像比较难。这个是比较难。那有没有办法优化，就是再更好一点？对啊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哇，是你炸了吗？我太多台了吧！我刚但双甩啊，哦、啊，我那个双甩有 CD 啊，所以我就直接滴下去了，直接炸掉了。没想到炸了两台、三台，没有四台，四台，我还连你一起炸的，无一幸免。